欢迎进入我们的囧途传声筒啊！先说一下这轮两位特工的权利，贾玲的权利是有一次为对方排兵布阵的权利，娜娜呢可以有一次为自己队更改题型的权利。啊，这次很简单，只要每队派出三个人来，另外两个空的，我们会随机从观众当中来进行选取。哦，第一组谁先来？好，那我们仨去呗。来，有请我们的观众朋友。AI 智慧拍照玩得嗨，屏幕指纹亮王牌。下面进入 vivo 王牌时刻，你们好。哇，又是外国人。原来是他们俩呀。你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拜起来鸡刚过境耶。这中文可以啊。哇，这个还可以啊，这个可以的。你来中国想干什么呢？我现在学习计算机。嗯，然后我想变成非洲的，变成非洲马云呢。哦，哇塞，赢了！希望你早日实现这个目标，好不好？好，谢谢。好，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卡佳，我来自保加利亚。中文说得很好，这两位都是专攻相声的。邮差叔叔送信，叔叔送出。邮差叔叔送信纯熟，迅速送出。这邮差叔叔送信，叔叔送出。这是什么东西？哇，好难啊！邮差叔叔送信纯熟，迅你那是重庆话还是粤语？我再来一遍。邮差叔叔送信纯熟，迅速。还是重庆话，四川话。你要是粤语实在用不惯，你用重庆话也行。我就粤语吧，粤语哈。你可以比划比划。好，来吧，来吧，来吧。第一扇门打开。对不起。邮差叔叔送信，纯属迅速送出。重庆话，纯属的重庆话。难度好大呀，我不。邮差叔叔送信纯熟，迅速送出。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邮差叔叔，叔叔。哦，你就记住这个就好了。邮差叔叔，叔叔迅速。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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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就记住邮差叔叔好不好？嗯，邮差叔叔，邮差叔叔六六六，邮差叔叔六六六，六六六，好的。有在叔叔666666，有在叔叔，有在叔叔，有在叔叔666666666，有带叔叔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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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我没有带，我只有眼袋。啊，戴叔叔，有戴叔叔，有戴叔叔呀。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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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我带叔叔六六六，叔叔。我的叔叔六六六。不是，我带叔叔叔叔六六六。我大叔叔六六六。你叔叔，我叔叔，他我大叔叔六六六。他说我带叔叔六六六。我的叔叔六六六，你的还是我的？你的。我的好哦，我的叔叔六六六。我带叔叔六六六。不是你的，我不知道是不讲道理了。我的是他的叔叔，他的还是他，我的你的。是我的叔叔六六六吗？不是，那六六六没有了吗？叔叔，我带叔叔六六六，我带叔六六六，六六六，要。可可，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我的叔叔，我的大叔，我带叔叔叔。你是把天六六六有可能的都说了是吧？
最后对的是俩字叔叔。那是一个字儿。两个呢？等一下，666从哪里出来的？666的。哎，我跟你学一遍，你看你能猜出什么吗？首先我告诉你是粤语啊，粤语。有菜叔叔送新春说顺叔送猪。你讲的粤语吗？对，是重庆粤语还是？重庆粤语。邮差叔叔送信纯熟迅速送出，这很难的啊！谢谢两位朋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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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差叔叔，涛哥，这一轮我要使用特权。好的，我们先看看是谁和你们组一起玩，好吧？好的好的，邮差叔叔来了。AI 智慧拍照玩得嗨，屏幕指纹亮王牌，下面进入 vivo 王牌时刻。厉害，晚上好。哇，好活泼，普通话可以的。介绍一下自己。听不懂。听不，已经听不懂了。你是谁？来自哪里？我叫彼得汉，我来自孟加拉国，我是浙江理工大学的学生。你的话都是在一个调上的呀。我是医生，我是一个机器人，都是第一声。理想，对对。你学什么专业啊？我的主任也是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好。大家好，我叫凯德，我从中国来的西非。非常好。好，戴上耳机，我们来看一下你们面对的题目啊，来放一下。这个难啊，这个难。一晨已经快哭了，感觉。我们只要对三个字就好了。可以吗？来吧，来来来啊，来，第一扇门打开。哦，我只求第一句，我右拳打开了天，打开了天，化身为龙，化身为龙，龙。解只孔雀。我右拳，我右拳，我右拳。My right fist。打开了天，打开了天，化身为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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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右拳打开了天，化身为龙。好。我右拳。拳，我又拳，我又拳，我有钱，我又拳，我有钱，对，我有钱，没有，我没有说你，我又拳，拳，我又拳，打开了天，打开一天，对对，我又拳打开一天，不是一天了，天，OK， 我又拳打开了天，我又拳打开了天，耶、yeah.。我忘了我换回楼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换回楼什么换回楼换回来不是回来回楼啊什么回楼南哥向后传递，不是你这玩意儿还有啥偷着不好意思你给说出来呗，他已经到底了，不能跟你说了呀。我有权打开了一天，不是一天打开了一天。我用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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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了一天，打开了一天。啊，没有一，打开了天，打开了天。哎呀，就靠你了，兄弟。我用拳打开了天，打开了天。来。Very very good。你好。我有天，我有天，打开的天，大大的天，打开的天。哦。
厉害厉害厉害！我有天，大大的天，大大的天，大大的天。我有天，大大的天。对，可以了，可以，这么就可以了。哎呀，全错了。就六个字吗？我有钱赢了一天，说一下答案。我有权，对，我要答出一片天，正好可以看到幕后玩家。也是用生命在宣传，我很欣慰啊。啊，行了行了，好，谢谢。有，来上台呗。哎，起来，别说了啊！你过分了你！你们家凭什么不工作？啊？凭什么不劳而获？我不明白，你在网上卖包包挣了那么多钱，为什么每次到了酒店以后还要拿那么多一次性的香皂和拖鞋？疯了这是！还有，我这辈子只叫徐来。我讨厌徐来。清风徐来。对吗？最后那个一定要记住那个状态。那个状态。猪哥哥语速挺快啊！没想到啊！好了，第一扇门打开。耶！徐来，你别输了，你过分了你！你们家凭什么不工作？凭什么不劳而获？我不明白，在网上卖包包挣了那么多钱，为什么每次到了酒店以后还要拿那么多的一次性香皂和拖鞋？疯了这是！还有，我这辈子只叫徐来，我讨厌徐来，请放徐来，请放徐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还来？啊！徐来，别输了，你过分了你！我明白，你为什么不劳而获？为什么不工作？我明白，在网上卖包包。还有我这辈子只叫徐来，我讨厌徐来，清风徐来。好，向后传递。轩，别说了。不，已经开始了是吗？对，过分了啊！为什么不劳而获？为什么买包包还拿一次性香皂？轩，别说了，过分了，过分了啊！过分了，过分了。为什么不劳而获？为什么不工作？为什么买包包还拿一次性香皂？还拿一次性香皂？还有后面好长，我没记住。还有可以拿的？不许提醒。还有什么？不，这些记住了就不容易了。轩，加油！轩，别说了，别说了，过分了啊！为什么？向后传递。是两个人。轩，别说了。啥呀？什么？这是啥呀？徐来啊！你说徐来呀？轩，别说了，过分了啊！为什么不劳而获？为什么不工作？为什么买包包？为什么还拿人家一次性香皂？轩，别说了，然后这个人就生气，过分了啊！为什么不劳而获？为什么不工作？为什么拿人家的包？为什么买包包？为什么还拿人家的一次性香皂？哦，对。哎，我感觉我知道，好像是我电影里的台词儿。漂亮！幕后玩家4月28号。哎呦，我这词儿，我想一想，我自己想一想。是我电影里的台词儿，那个结果你不会，还不如全砸呢，还不如全砸呢。导演，导演，轩，导演，你为什么不劳而获？你为什么要买包包？哎，你别说了啊，过分了啊，你过分了啊！时间到了，导演，导演门已经关上了啊。是不是你的戏啊？是你的词。不是，你别太过分了啊！你太垮了，一个演员演过的角色不是应该牢记在心里，印在自己灵魂里吗？因为他一直在灵魂里，所以没有在记忆里，你知道吗？啊！轩，说你为什么不劳而获？为什么喜欢那些金银珠宝？掰不出来了。很好啊，很好。
这两句话是那个朱媛媛跟王迅说的。哎，先是朱媛媛说：“徐兰，你别说了啊，你过分了你。”然后是我的台词：“你们家凭什么不工作？凭什么不劳而获？我不明白你在网上买包包挣那么多钱，为什么每次到酒店还要拿那么多一次性的箱子和拖鞋？”说的就是，这是朱媛媛说的啊。还有，我这辈子就叫徐兰。然后是小朋友说：“我讨厌徐兰。”然后是我说：“谁也不让徐兰。”就这样，全合上了。导演真是马后炮呢。对，我不明白你现在你把它念出来，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导演刚才干嘛去了？对呀、啊，来换一下。我是跟乡民进来看热闹的，只是往前站了一点，我退后就是了。往后面站，往后站，往后站，黄线外不许站，是不是？往后站，那我就退到黄线里面就是了吗？站到黄线的后面去，这样可以的吧？怎么样呢？我又跳出来了，我又站回去了。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又跳出来了，打我！大家都听到了，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准备了哈，开始。三个人，我是跟乡民进来看热闹的。我是跟村民进来看热闹的。我是跟村民进来看热闹的。我只是往前站了一点。我只是往前站了一点。我退后就是了。我退后就是了。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另外一个人，嗯，你记后面，往后退，往后退，然后往后退，往后退。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然后说，哎，怎么样呢？我又跳出来了，哎，我退回来了。你跳哪儿去了？哎、你别跳了，咱就记住十七个字就行。十七个字你要记住这个，跳出来了，退回来，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要记住这个，跳出来了，退回来，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我怎么这么想打你呢？沈腾打他！沈腾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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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他给打了。然后他说：“细心，真是细心。”像这种要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啥呀？哎，戏精儿，这是戏精儿。就是我出来了，我进来了，你打我呀，你打我呀。我是跟村民出来看热闹的。前面记得又忘了。走了。啊！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啊！我退不就是了？来，我退呀，我退呀。啊！你打我呀，打我呀，你打我呀，打我呀。哦，我退呀，我退呀。你退为什么往前呢？那你打我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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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呀。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一对怎么那么欠呢？这一对。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那我退呀，我退呀，我退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退就是了。那我退就是了。你打我啊，你打我啊，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啊，对对对对对。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跟着村民进来的。我退就是了。我退就是了。我退，我退，我退，我退。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最后一把，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我退，我退，我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我退，我退，我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重复的完全一模一样，简直是一波天秀。天秀。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你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就这样。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我退，我退，我退。你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好了，时间到。李坤，咱们再到前边来，你听到了什么台词？说，都是欠打的台词。我是跟着村民进来的，我退，我退，我退。嗯、你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我们五个可以满足你们五个的要求。真是，我总觉得没一句对的。哎呀，腾哥。我退呀，我退呀，我退呀，这是算三个字啊？为什么算三个字呢？腾哥在前面说叔叔算一个字，最后对的是俩字，叔叔，那是一个字。哎呦，哎呀，腾哥啊，今日留一物，他日好相见呐，是不是？哎呦，说那些我都听不懂的成语干啥？尽管沈腾队这次只对了几个字，但是一整轮沈腾队获胜。
怎么样？如果各位觉得玩的还不够过瘾，我建议大家下载同桌游戏 APP 去玩更多的王牌游戏。